要开始有一个不错的工作室，对，那你依然是在你当时很低调。你应该是要背歌词吧？看着人生没有姿色哎，死背了。妈妈把它打开，快去抢！所以你知道明确被我们编。量它的宽有啊，那完蛋了，它这个九啦，刚才有人说九啊八，有吗？差不多，我的是九，对不对？哎，对，那应该差不多。因为同一，因为它敲成烂掉了，这是同一段的啊。老师，它那个烂掉了。反正九变成二十八，对不对？差不多。没关系啊，那扩展没关系。好，去劈起来吧。那个谁把鹅的屁股包好了吗？对啊，我来，一圈呢。哦，可以哈。